算是一支传统球队，有男女足，然后学校也有排球队，但是都是蛮支持的。那学校对我们的目标的话，这次大概定在前三名左右。那以我们现在一年级新生的部分，我们这一届收了不少人，大概收了19个。那所以我们对这一届新生的期许还蛮高的，在未来大概一两年内，也可以希望都是保持在前三名以内。甚至可以拿到一个冠亚军的部分这样子。那学校最近有打一个城市对抗，那学校也派了很多的学生以及加油团来支持我们，然后学校也特别提供了一些那个营养的餐点，我来为球队加油，然后也很鼓励我们出来比赛。那谢谢那个学校的支持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山工商16号陈世勋。我位置是前锋，对于这次青年杯，我觉得是时候该拿出一些成绩了，因为之前我们的成绩都不甚理想，但这次我们就会把成绩给拿回来。这次跟以往比较不同，就是我们越来越团结，向心力越来越高，凝聚力也越来越好，所以相信我们会打出一场比一场更好的球赛。教师节快到，我也想借这次机会来感谢我们中山工商的校长、董事长，还有各个老师，还有当然最辛苦的是我们的教练，这样子带领我们，谢谢你们。我是中山工商19号陈耀庆，我位置是中场。这次青年杯是我们高中三年以来最后一次的，就是青年杯的比赛啊，前两年的比赛成绩都不是说很理想。就是希望能够借这次比赛证明我们最后一年的努力。走，走，走！来，队长，快点！